救护车赶到，许姓男子坐在路上，头低低爬不起来，身边有一堆倒掉的盆栽，把巷子整个挡住。是谁搞破坏？是许姓男子搞的。还有附近民众从高处往下拍，邻居都出来关心，被翻倒的盆栽有大有小，一团乱。许姓男子因为行动不便，坐下后起不来，需要撑拐杖。许姓男子身上有酒味，还一度情绪不稳，被送上救护车。但他会大闹，竟然只是因为好朋友让他吃闭门羹。事发在台中北屯区太原路三段150巷，这个地点其实是许姓男子的好友74岁蔡姓男子的家。当地里长说，双方其实是好朋友。9月8号一早10点多，许姓男子想要去好友家串门子，蔡姓男子表示外面在下雨啦，说他身上脏脏的，又有喝酒，用各种理由拒绝他来家里。没想到许姓男子一气之下冲到蔡姓好友家，把门口整排盆栽全部砸到路上。有啦，还不停，之前有可能应该有熟悉啦，开的速度回家用来去楼中。唯一蔡姓男子不愿意开门见面，许姓男子一时气愤。蔡姓好友不打算提告，但是用天气、用喝醉、用身体脏、用各种理由，就是不想见面，听不懂好友的内心话。结果友谊的小船就跟盆栽一样，说翻就翻。TVBS 来从罗欣台中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